好，诸位前贤，大家好，请坐下。感谢天恩师德，感谢天恩师德，感谢我们大德领导点传师慈悲，同埋我哋嘅大德啊点传啊啊点传师慈悲，我们诸位点传师的慈悲，同埋各位点传师嘅慈悲。我们诸位前贤，大家晚安。我哋各位前贤，大家晚安。那么，因为我们人还没有完全到齐。因为我们人的各位道亲还没完全来到这里，所以我们先来唱道歌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唱道歌。在 唱道歌的过程中呢，慢慢我们人员就到齐了。因为唱歌之后呢，我们这里亲友就会慢慢到齐了。这边有一首歌叫做《静静的来到这里》。这里有一首歌叫《静静的来到这里》。来到哪里呢？来到佛堂。来到佛堂。来到道场。来到道场。来到老母娘的怀抱。来到老母娘的怀抱里面。来享受光明。来享受这个光明。来享受宁静。来享受这个宁静。这首歌的作曲者是一位灵坛主。这首歌的作曲者是一位灵坛主。作词者就是后学的内人慈莲华。还有这个作词的位呢，是这个点传师的妻子。这首歌创作的过程中蛮有意思的。这首歌创作的过程中呢，是很有意思的。歌词写好了。歌词写好了。但是后学的道场没有学音乐的人。但是在后学的道场里面呢，没学音乐的人。所以就请了一位作曲家。所以后呢就请了一位作曲家。请这位林先生来谱曲。请这位林先生来到作曲。他拿到这个歌词以后没有灵感。他看见这个歌词的时候呢，他没有灵感。因为他还没有求道啊。因为他没有求道。他没办法了解这是什么意思。他不了解歌词说什么。结果有一天晚上。结果有一个晚上。他做梦。他就发梦了。梦见他在一个黑暗的大的客厅里面。他发梦呢，他在一个黑暗的大厅里面。看到有一个佛桌。他看见有一个佛。佛桌。佛彩。佛桌上面有三盏灯。佛桌上面呢有三盏灯。一盏在中间。一盏灯在中间。两盏在两边。两盏灯在两边。没有佛像。没有佛像。在黑暗中只有这三盏灯。在黑暗里面呢只有三盏灯而已。他内心有很强烈的感动。咁喺个心里边咧就好有好强烈嘅感动啦。他是佛教徒，佢系佛教徒，但是他看到一个修行非常好的高僧，佢见到一个非常修行非常好嘅高僧，在对着这三盏佛灯礼拜，佢又对住呢三盏灯嚟到拜。他醒来以后，佢醒嚟之后呢，突然间就有了灵感，佢忽然间有好大嘅灵感啦，所以就写了这首歌。所以咧，佢就作咗呢个曲出嚟。所以这首歌的歌曲，所以呢首歌嘅歌词呢，是一个还没有求道的道亲写。是一个未求道的道亲写的。他写了这首歌以后。他写了这首歌之后呢，不久他就求道了。他没多久就求了道了。求道不久就清口如素了。他一求道没多久呢就会清口了，食素了。清口以后就当了坛主。清口之后呢就做了坛主添。这是这首歌的由来。这首歌的内容了。我介绍一下这首歌的内容。我今天介绍一下这首歌的内容。悲伤的时候，我静静来到这里。悲伤的时候，我静静来到呢度。灿耀的佛光抚平我的哀伤。灿烂的佛光呢，就揿平我的伤心。在后学的道场，在我后学的道场里边，有一位艺术家，有一位艺术家，他是从事前卫艺术的创作者。他是从事艺术创作者。前卫艺术。哦，是前卫艺术。他有一个非常敏锐的心灵。他有一个很敏锐的心灵。他有一双画家的眼睛。他有一双画家的眼睛。他从小看大人都很丑陋。他从小见到人家都很丑样的大人。小孩子都跟天使一样。还有小路哥见到很漂好像天使一样那么漂亮。他希望自己不要长大。他希望自己永远都不会长大。不要成为丑陋的大人。不要变成丑陋的大人。那么他长大以后。那么长大之后呢，他有一个人生观。他有一个人生观。认为人生最好的事情就是不要诞生。他说人生最好的事情呢，就是不要生出来。第二好的事情是赶快死掉。第二个好处就是快点死掉去。
他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。系一个好悲观嘅人。他在生命中又遭遇到很多的打击和创伤。佢喺生命中咧撞到好多打击同埋好多创伤。他时常会半夜痛哭的醒过来。佢时时都会晚黑咧好痛苦咁样醒过嚟，然后哭泣到天亮。然后咧一直喊到天光。后来他求到了。后来喺求咗道之后呢，有一次他在痛哭悲伤之中。有一次喺痛苦同埋悲伤之中。他跑到佛堂。他又走到佛堂呢度。一个人静静地回到佛堂。一个人静静地嚟到佛堂。他把佛灯点着。他点着咗佛灯。他看着佛灯。他望住个佛灯。好像看到老母娘的眼睛一样。他好似见到老母娘的眼睛一样。他觉得老母娘张开眼睛在看着他。他好似感觉到老母娘正在擘开只眼嚟望住佢。很慈爱的在安抚着他。好慈爱咁样安慰佢。他的眼泪就这样停住了。佢嘅眼泪就唔再流啦，停了。他从此就不再悲伤了。佢从此就唔再悲伤啦。于是他就写了这首歌的歌曲。歌词。以前呢就写咗呢个歌个歌词。他就是我的太太。佢就系我太太啊。历经万重艰难，我静静来到这里。历经万重艰难，我静静来到呢度。弥勒低眉微笑，守护我脆弱的心。弥勒低眉微笑，守护我脆弱的心灵。后学的佛堂，后学的佛堂呢？有一位道亲，有一位道亲，他在读中学的时候，他在读中学的时候呢？有一次去参加一个生日 party 的时候，有一次去参加一个生日的晚会。就是舞会。这个是舞会。然后 party 结束的时候。这样舞会结束之后呢，他被三个男同学强暴了。他被三个男同学都强奸了。从此以后他就自甘堕落。他从此以后呢他就自甘堕落了。他人很聪明。这个女仔很聪明的。他继续读书读到大学毕业。他一直读书读到大学毕业。但是他从中学开始呢就开始做应招女郎。但是在中学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做应招女郎。堕落风尘。堕落风尘。他想要玩弄男人。他要玩弄男人。来弥补自己的怨恨。来到弥补自己的怨恨。但是最后伤害的是他自己。但是最后得到受伤就是他自己受伤。终于他遍体鳞伤的来到了佛堂。他终于遍体鳞伤地来到佛堂。就像这首歌词讲的历经万重的艰难。就这首歌词里面讲的历经万重的艰难。他每次来到佛堂的时候。他每次来到佛堂的时候呢，我看到他在礼拜的时候。我见到他礼拜的时候呢。他是怎么礼拜你知道吗？他是怎么礼拜法呢？你看看。我们一般的礼拜是这样跪法的。他是这样的。他是低头下来垂头丧气的。整个人扑在这个我跪垫上。我一趴在那里半个小时都不起身。然后他脆弱的心就逐渐坚强。那他的脆弱的心灵呢就慢慢坚强起来了。他慢慢成长了。他慢慢成长。他现在也亲口读书了。他现在已经是亲口食素了。也成为坛主了。也成为坛主。他完全摆脱了过去堕落的人生。他完全摆脱了 以前的堕落的人生。因为他有弥勒佛在守护着他。因为他有弥勒佛在守护他。在世事沧桑跌倒。在世事沧桑跌倒。世间呢是有很多的沧桑的。世间是有很多沧桑的。我们很容易在这里摔倒。我们很容易被跌倒的。我们很容易被爱情绊倒了。我容易被爱情绊倒的。被事业绊倒了。被事业绊倒的。被一切意外的状况绊倒了。被一次意外的状况来到绊倒的。是你让我得到依靠。是你让我得到依靠。就是老母娘让我们得到了真正的依靠。就是老母娘让我们得到真正的依靠。宛如出生的婴孩。好像刚出生的婴孩。那样完全的表白。那样完全的表白。我们回到佛堂。当我们回到佛堂的时候。好像刚生出来的婴孩。我们好像刚生出来的婴孩一样。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给老母娘，把我哋全部嘅生命交俾老母娘，交给弥勒祖师，交给弥勒祖师，
交给我们的师尊师母，交俾我哋个师尊师母。于是奇妙的转变在刹那间，于是呢奇妙个转变就喺刹那间，奇妙的转变在我们生命中发生了，奇妙个转变喺我哋生命中发生。我们的人生本来充满了悲伤痛苦，本来我的人生系充满悲伤同埋痛苦，本来充满了绝望和怨恨，本来充满咗绝望同埋怨恨。但是现在我们充满了宁静和希望。但我哋而家充满咗宁静同埋希望，仿佛是最后的漂泊，仿佛系最后嘅漂泊，静静地来到这里，静静咁嚟到呢度。我们回到佛堂来，我哋嚟到佛堂嘅时候，好像是我们人生旅途中最后的一次的漂泊。我将系人生中最后一次嘅漂泊。人生就像驾着船在大海中飘荡一样，人生就好似一架船喺大海里边飘荡一样，永远找不到港口，永远港揾唔到港口。永远找不到让我们平安的地方，永远找不到让我们平安的地方。终于我们找到佛堂了，终于我们找到佛堂了，终于我们找到老母娘了，终于我们找到老母娘，终于我们可以依靠上帝了，终于我们可以依靠上帝。这是我们人生最后的一次漂泊，这是我们人生最后一次的漂泊。让我们静静的来到这里，让我们静静地来到这里。后学唱一遍给大家听，让后学唱一次给大家听。悲伤的时候，我静静来到这里，灿耀的佛光抚平我的哀伤，历尽万重艰难，我静静来到这里，你一乐的美微笑守护我脆弱的心，在世事常常跌倒，是你让我得到依靠，宛如春生的婴儿那样完全的表白，奇妙的转变在刹那间，让我充满宁静希望，仿佛是最后的漂泊，静静地来到这里。现在后学唱一句，我们跟着唱一句。悲伤的时候，悲伤的时候，我静静来到这里，我静静来到这里，灿耀的佛光，缠绕的佛光抚平我的哀伤，抚平我的哀伤，历尽万重艰难，历尽万重艰难，我静静来到这里，我静静来到这里，你乐的美微笑，你乐的美微笑，守护我脆弱的心，守护我脆弱的心，在世事常常跌倒，在世事创伤跌倒，是你让我得到依靠，是你让我得到依靠，宛如初生的婴孩，宛如初生的婴孩，那样完全的表白，那样完全的表白，奇妙的转变在刹那间，奇妙的转变在刹那间，让我充满宁静希望，
让我充满你旧希望，仿佛是最后的漂泊，仿佛是最后的漂泊，静静地来到这里，静静地来到这里。好，我们一起唱啊！好，替自己鼓掌。悲伤的时候，我静静来到这里。闪耀的佛光，抚平我的哀伤。历尽万重艰难，我静静来到这里。弥勒的美微笑，守我脆弱的心，在世事上上落下，是你拉扯到一旁，何必说舍弥勒都来，舍要完全的飘散，奇妙的转眼在刹那间，舍我得到了道希望。何必舍身弥勒而老，今生必来到这里。以后我们回到佛堂就可以唱这条歌。以后我们来到佛堂就可以唱这歌了。静静地来到这里。静静地来到这里。我们继续来讲昨天还没有讲完的中庸，我们讲第二章，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，这个不用翻译啊，可离非道也，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，莫陷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独也。这段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道呢，就是我们的本性，这个道呢是我们的本性，就是我们的良心，就是我们的良心，所以它永远不会离开我们，所以它不会永远离开我们的。道不是在外面的，道不是在外面的，道不是在天上的，道也不是在天上的，道不是在中国，不是在印度，不是在任何一个国家，道不是在中国，不是在印度，不是在任何一个国家，道就在你的生命里面，道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就是你的良知本性，就是我们的良知和本性。所以一个君子，所以一个君子，一个有修养的人，一个有修养的人，一个悟道的人，一个悟道的人，他最戒慎恐惧的东西是，他一生最恐惧的事就是自己的良知，就是自己的良心。一般人呢，比较在乎的是别人看得见的、听得见的部分。一般人呢，他是在乎人家见到的东西、听到的东西，在乎别人听到自己说些什么话，在乎人家听到我们要讲些什么，在乎别人看到自己做些什么事，在乎人家看我们做些什么。至于别人看不到、别人听不到，至于人家看不到的呢、听不到的呢，他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他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他自己心里想些什么，他心里面想些什么呢？不管有多么邪恶的念头，无论他有什么几多邪恶的念头，他都不在乎的，他都不在乎的。所以一个君子，所以一个君子，他不是说话给别人听的，他不是要讲话给人听的，他不是表现自己的行为给别人看的，他不是要表现自己的行为给人看的，他是要时时刻刻面对自己的良心，他是要时时刻面对自己的良心，面对自己的道，面对自己的道。所以呢，中庸里面讲，所以中庸里面讲，他说君子要慎独，君子呢就要慎独，
君子最谨慎的时候，君子最谨慎的时候，就是独自面对自己的时候，就是要面对自己的时候，没有别人，没人的时候，自己面对着自己，自己面对自己。一般人在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，一般人在面对自己的时候，什么都不在乎，什么都不在乎的，反正别人看不见，反正人家看不到我。但是我们一个修道的人，但是一个修道的人，我们不要光到佛堂把自己好的那一面表现出来，我们不要只是到佛堂来表现自己的 内心。回到家里呢，如果回到家的时候呢，因为点传师看不到了，因为点传师不在这里，道亲也看不到了，道亲也看不到我了，就胡作非为了，就要胡作无为。所以从前我们济公老师，所以我们济公老师就时常告诉道亲，时时会讲给道亲听，你不要在佛堂行王道，你不要在佛堂行王道，在家里就行霸道，在家里就行霸道，不要在佛堂做佛，你不要在佛堂做佛，回到家就做魔了，回到家就做魔了。我们一定要孤独地面对自己，我们一定要孤独地面对自己，很诚恳地问自己，很诚恳地问自己，到底我的心在追求什么，到底我的心是追求什么呢？你要了解自己人生的方向在哪里，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人生方向在哪里。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，那里最伟大的一个基督家叫苏德拉里，他把人分成三等，他将人分成三等人。第一等人他说是黄金打造的，第一等人是叫黄金做的人，第二种人是银子打造的，第二种人呢是用银做的人，第三种人呢是铁做的，第三种人呢是铁做的人。什么是黄金做的人呢？咩系金做的人呢？他的内心是热爱真理的，他的内心是热爱真理的人。什么是银子成分的人呢？咩系银做的人呢？他是热爱荣誉，他是热爱荣誉的人。什么是铁的成分的人呢？咩系铁做的人呢？他是热爱财富，系热爱财富的人。热爱真理的人称之为哲学家，热爱真理的人呢系称做哲学家。爱智者，爱智慧的人，他热爱的是智慧，他爱的是智慧，热爱的是真理，热爱的是真理。第一等人，呢系第一等人，黄金打造的，黄金做的人。热爱荣誉的人是战士，热爱名誉的人呢是战士，他要保卫国家，他要保卫国家，保卫人民，保卫人民，他认为这是我的荣誉，他认为这是我的荣誉。这是第二等人，这就是第二等人。第三种人热爱财富，第三种人呢是热爱钱财财富的人，这种人叫做工匠，这个人叫做工匠，这是第三种人，这是第三种人。当我们独自面对自己的时候，当我们面对自己的时候呢，你就要很诚恳地问自己，你要很诚恳地问你自己，我是哪一种人，我是属于哪一种人，我到底热爱的是真理，我到底热爱的是不是真理呢，还是热爱的是财富，或者热爱的是财富呢，还是很要面子热爱荣誉呢，或者是很要面子是爱荣誉的人呢。要问清楚，要问清楚你自己，不要自我欺骗，不要自己欺骗自己，更不要欺骗别人，不要欺骗别人听，诚诚恳恳地面对自己，诚诚恳恳地面对自己，这就是慎独，这就是慎独，慎独，谨慎独对自己。后学有观察到，好，有观察到，在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，在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，大部分都是热爱财富的人，大部分都是热爱财富的人，追求名利的人，追求名誉的人，热爱荣誉的人就比较少了，热爱荣誉的人就很少了，热爱真理的人更少，热爱真理的人更加少。但是呢，只要经过名师的指点，但是只要经过名师的指点，他常常接近佛堂，常常去接近佛堂，他对于真理就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爱好，他会对真理呢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爱好，就像诸位前贤一样，就是各位好像各位前贤一样，
我们今天讲的是心性的道理。我们今天讲是心中的真理，跟钱财没有关系的，跟钱财没关系的，讲的是良心本性，讲的是良心和本心。而我们大家听得津津有味，各位今天听得津津有味，因为奇妙的转变在刹那间发生了，因为奇妙的转变就在刹那间发生了，因为你静静地来到佛堂，因为你静静地来到佛堂，你已经从铜铁变成金子了，因为你从铁人变成金人了，这叫点石成金。这个点石成金，名师一指点石成金，名师一指点石成金。这句话是我发明的，这个话是点人师发明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一章，我们再来看下一章。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戒众劫谓之和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，至中和，天地未焉，万物欲焉。好，无须，所以不知讲。我们昨天有讲，我们修道人要认识自己。昨天啊，明明师有讲，我们修道人要认识自己。首先从身体的健康开始说起。首先是由身体的健康来讲起。一个人身体不健康，如果一个人身体不健康的话，心情就不愉快，心情就不开心，心情不愉快，心不开心，就会在有意无意之间伤害到别人，就会有意无意之间伤害到别人，然后就会破坏人际关系的和谐，然后又会破坏人际关系的和谐，造成社会的不安定，变成造成社会的不安定，造成家庭的摩擦冲突，造成家庭的摩擦和冲突。所以身体健康也是很重要的，所以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。但是身体健康是很受情绪影响，但是身体健康是很受情绪的影响。有医学家做过这样子的实验，有一个科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。我们的身体里面有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，我们的身体里面有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两种。当我们的神经处于兴奋状态的时候，当我们的神经处于兴奋状态的时候，我们的肌肉就会紧张，我们的肌肉就会紧张收缩，然后我们的循环系统就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，那我们的循环系统呢就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，我们的心脏和血管没办法把血液循环到全身，我们的心脏呢就不可以将血液循环到全身，因为肌肉紧缩了，因为肌肉收缩，所以就会造成我们身体很多的疾病，所以我们变成了 身体很多疾病。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神经会紧张呢？为什么神经会紧张呢？为什么神经会兴奋呢？为什么神经会兴奋呢？这就是我们这一章讲的，因为我们一章要讲到的喜怒哀乐发而不众结，喜怒哀乐发而不众结。我们人有情绪，我们人有情绪，有欢喜的情绪，有欢喜的情绪，有愤怒的情绪，有愤怒的情绪，有哀伤的情绪，有哀伤的情绪，有快乐的情绪，有快乐的情绪。这些情绪必须要恰到好处，我们这种情绪一定要得到好处。如果你呢过度的话，如果你过度发挥的话，那么你的神经呢就会紧张，我们的神经就会紧张，就会兴奋，就会兴奋，于是你的肌肉就会绷得紧紧的，那你的肌肉就会收紧，于是就影响到你的循环系统，那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循环系统，影响到这个血液的循环，影响到我们血脉的循环，让你的细胞没办法活化，那我们那个细胞就不可以 活化，破坏你的健康，破坏我们的健康，甚至危及你的性命，甚至危害我们的生命。后学有一位叔叔，有一位叔叔，他是住在中国大陆的河南，他住在中国河南，就像我们在座的这个钱大姐一样，我觉得应该钱大姐一样。他有一次在赌博的时候，尤其是赌钱的时候，他摸到一副好牌，他加到一副好牌，因为他已经输了好几副牌了，因为输了好几副牌了，他忽然摸到一副很好的牌，突然间加到好牌的时候，他好高兴，好高兴啊，他好高兴，好高兴，他就死了，他就死了，他的神经太兴奋了，因为神经太兴奋，他的肌肉收缩了，他的肌肉收缩了，他的血液没办法循环了，血液不可以循环，他就死掉了，那就没了命。
有的人很悲伤的时候，有啲人好悲伤嘅时候，他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他可能会晕倒，可能会晕倒，可能会休克，可能会啊忧郁，休克，也可能会死掉，也可能会死咗。生气也是一样，生气，生气也一样。我们中国人时常说，我哋中国人成日讲。气死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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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会把你气死哦，真的会激死你的，这是符合医学，这是符合医学的，所以中庸就探讨到这个问题了，所以中庸就会探讨这个问题，他说我们喜怒哀乐要发而终结，他说我们喜怒哀乐要发而终结，要能够恰到好处，要合到好处，好像音乐的节拍能够掌握得住节拍一样，好像音乐的节拍应该掌握得好好的，谓之和，谓之和，这叫做和气，和是和气的意思，和谐，和谐，除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得到调和以外，除了我们身体健康得到和调和之外，我们的心情也非常的愉快，我们心情会愉快，非常的稳定，很稳定，然后我们待人接物，我们待人接物的时候，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，我们跟人帮人哋相处的时候，也能够心平气和，也可以心静气和，于是大家都活得很愉快，咁大家都好开心，活得好愉快，这叫做和，咁就叫做和，这叫做天下之达道也，咁就系呢个和系天下的大道也，达道通达的大路，通达的大路。但是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样子的境界呢？但系点样先做到呢个境界呢？让我们的喜怒哀乐能够发而终结呢？用我哋嘅喜怒哀乐可以发而终结呢？关键在前面那一句。关键就喺前面一句：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终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终。我们光知道我们永远都在情绪化之中。我哋永远知道，我哋永远都喺情绪化之中。我们随时随地呢都有情绪。我哋随时随地都有情绪发生。只是有的时候比较强，有的时候比较弱。有时会强，有时会弱啲。所以我们的心灵从来没有得到休息。所以我们的心灵使用过度。所以我哋嘅心灵呢使用过度咗。所以我们的神经呢就会处于兴奋的状态。所以我哋个情绪会喺兴奋嘅状态之中。所以我们的肌肉就没办法放松。所以咧，肌肉就永远都唔可以放松。甚至我们晚上睡觉了，甚至我哋晚黑瞓着觉，睡着了，瞓着咗，我们还没有脱离我们的情绪化，我哋都未脱离我哋嘅情绪化，我们还没有脱离我们的喜怒哀乐，我哋未脱离我哋嘅喜怒哀乐，因为你还在做梦，因为仲发紧梦，你在做梦里边呢，还会跟人家打架呢，你发梦仲发梦帮人家打交添。后学认识一位点传师，好，人认识个点传师，他说他有一次做梦。他说有一次他发梦，梦见跟人家打架，发梦帮人家打交，结果他真的跳起来打一拳，结果真的跳起来打一拳，就床上跳起来，在床上跳起来，刚好打到一个走到他身边的一个道亲，刚好打中一个行过的道亲，所以知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，所以我在发梦的时候呢，睡着的时候，睡着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情绪还是没有松弛下来，我们的情绪都没松弛下来，但是呢，中庸里面告诉我们，在中庸里面讲俾我哋听，你要想要喜怒哀乐发而终结的话，如果你要喜怒哀乐发而终结嘅话呢，你就必须先要达到喜怒哀乐之未发，你要达到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这个叫做终，咁叫做终。我们传道就是传你这个了，我哋传道就系传俾你呢个啦。我们的心呢，我哋个心，我们的身体可以透过睡眠来休息。我哋嘅身体可以透过睡眠嚟休息，但是我们的心必须要回到我们的方寸宝地才可以休息。但我哋嘅心呢，必定要回到我哋嘅方寸宝地先可以休息。回到玄关才能够休息，翻到玄关先可以休息嘅。这就是《大学》里面讲的“止于至善”。呢个仲系《大学》里面讲嘅“止于至善”。至善的地方就在这里。至善就喺我哋嘅玄关嗰度，这是你心灵休息的地方，系我哋心灵休息嘅地方。就像你的手，就好似我哋嘅手一样。你在劳动嘅时候，喺我哋劳动嘅时候，你可以到处动，你可以到处动。但是你要休息嘅时候，但到你休息嘅时候呢，你要自然放下来，就一定要放下来。
手休息的方式是自然下垂，手休息是放下来，心休息的方式是回到玄关，心休息的方法就是回到我们的玄关去。当你的心回到玄关的时候，当我们的心回到玄关的时候呢，你的心灵就处于休息的状态。那你看我们的心灵就处于收休息状态，放下来休息一样，好像我们的手放下来休息一样。如果手一直没有得到休息，如果我们的手一直都不休息，或者说你放错地方休息，或者你放错在地方来休息，比方说你放这个姿势休息，如果你放这个姿势来休息的话，那还是会麻掉的，那就会麻木的。只要放一个钟头，手就会麻掉了。你放了一个钟头，手就麻木了。心也是一样，心都是一样。我们心整天在想，我们心一直在想。我们的手累了会放下来休息，我们的手累了会放下来休息。你的心累了，你怎么休息呢？那你的心累了怎么休息呢？你想这个事情想累了，你想这件事想到累了，你想另外一件事情来休息，你想另外一件事来休息，那是得不到休息，那就不休息得的。就好像你的手做这个动作做累了，就像你的手做这个动作做累了，你换这个动作，你就放这个动作，还是一样在劳动，一样是正在劳动的。所以我们不知道心灵怎么休息，所以我们不知道心灵怎么会休息，我们就没办法达到喜怒哀乐之未发未之中，那么就不会达到喜怒哀乐未发之未发。今天我们传道就是传你这个钟，今天我们传道就传这个钟字，我们的玄关刚好在我们的脸的正中央，我们的玄关是我们的面叫正中间，这就是我们心灵休息的地方，这就是我们心灵休息的地方。我们的手如果没有得到休息，因为我们的手不得到休息，我们就会酸，我们的手就会酸软，就会痛，就会痛，就会麻，就会麻木。有一次后学设佛堂的时候，有一次后学在佛堂的时候，我粉刷佛堂，要油佛堂，我粉刷到最后一面墙壁的时候，油到最后一块墙的时候呢，已经晚上很晚了，已经是很夜晚黑了，我觉得很累了，我需要休息，我觉得很累，我要休息了，但是我想还是把这面墙刷完再休息，但是我想说都是油埋了先啦，于是我继续粉刷，所以我就继续油下去，等我把这面墙刷完以后，等我油完这面墙之后，我坐下来，我坐下来，我想要喝一杯茶，我想喝一杯茶，结果我手呢，结果我手呢，靠近茶杯的时候竟然把茶杯推倒了，靠近茶杯的时候将茶杯推倒了，因为我的手已经麻掉了，因为我手已经麻木了，我已经失去它的准确度了，我已经失去了准确度了，我想要摸鼻子都会摸到耳朵了，如果想摸鼻哥我会摸到耳仔那里，这个时候如果拿刀子割我的手我会没有感觉的，如果你拿把刀割我的手我都不会有感觉的，中国人称之为麻木不仁，中国人就称为麻木不仁。我们的心灵也是一样，我的心灵都一样。你如果过度使用的话，如果你过度使用的话，你就会像手酸痛麻一样，你会觉得你的手酸痛麻木一样，你的心会充满了忧伤痛苦，你的心会充满忧伤和痛苦，充满了愤怒仇恨，充满了愤怒和仇恨，充满了焦虑不安，充满了焦虑不安，充满了烦恼彷徨，充满了烦恼彷徨，那是不正常的，那就是不正常的，就像手酸痛一样不正常的，就像你的手酸痛一样不正常，我们人以为烦恼是正常的，我人以为烦恼是正常的，以为忧愁是正常的，因为忧愁是正常的，事实上那是不正常，事实上是不正常的，就像手酸痛是不正常的一样，就像我们的手酸痛不正常一样，人为什么会忧伤烦恼，人为什么会忧伤和烦恼呢，为什么会焦虑不安，因为会焦虑不安呢？因为你的心灵没有得到休息。因为我哋嘅心灵得到休息，就像你的手没有得到休息，就好似我嘅手唔休息一样。所以要让自己的心灵充满了祥和和慈悲。如果要让你的心灵充满了祥和同埋慈悲嘅话，很简单，好简单。你的心可以使用，你嘅心可以使用，但是你要得到休息。但系你嘅心要休息，你想动也可以，你想动都得。想西也可以，你想西都得，你谈情说爱都可以，你谈情说爱都好，谈天说地也可以，谈天说地都得，但是说完以后要回到这里休息一下，但是讲完之后要回到心灵度休息，就像你的手可以做一切的工作，就是你的手可以做一切的工作，做完以后要放下来休息，做完之后要放下来休息，我们传道就是传你这个，我们传道就是传你这一点，这个叫做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这个叫喜怒哀乐之未发，叫做中叫做中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，中者是天下之大本也。
这是天下的大根本。呢个系我哋天下嘅大根本，好像树的根一样，好似我哋嘅树木嘅根一样。我们每个人都像一棵大树，我哋每人都好似一棵大树一样。树根在哪里呢？树根喺边度呢？就在这里，就喺呢度啦。你只要把心收到这里来，只要你要将心收到呢度，就像这个树浇水一样，好似我哋嘅树淋水一样，这个树就会长得很好，呢个树就会长得好好。但是不是叫你整天守在这里哦？哎呀，每个人也都守在一个心灵之中。就像我们的手不需要整天休息啊，手就要守着，不可以整天都休息。休息够了就可以运动了，休息够了要运动哦。心也是一样，心都是一样。回来这里休息一下，回来休息一阵，就可以出去工作了。跟住出去工作，就可以出去交朋友了。就要出去交朋友了，就可以出去唱歌跳舞了。就要出去唱歌跳舞了，最好去渡人了，最好就渡人了。我们有时候听交响乐的时候，有时候听交响乐的时候，中间会有休止符，中间会有休止符，停顿一下，停一停。此时无声胜有声，此时无声胜有声。因为我需要休息一下，因为我需要休息添。就像刚才后觉的譬喻，就像后头先后学个譬喻，我的手使用过度以后，我手用咗过度之后，我连抓一个茶杯都抓不到，我揸茶杯都揸唔到。我们的心如果使用过度的话，如果你个心使用过度嘅话，没有休息的话，冇休息嘅话，你就会判断错误，你又会判断错误，你就会说错话，你又会讲错话，你就会做错事，你又会做错事，你就会累积了很多的错误，你又会累积咗好多嘅错误。造成了很多的悲剧，造成好多的悲剧，于是你就会在世事沧桑中摔倒。咁又会喺呢个失意同埋创伤中跌倒啦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这个天下的大根本。所以你要翻到我哋嘅天下嘅大根本，要守中，要守中，然后再从中出发，然后再从中出发，去面对这个世界，去面对呢个世界。喜怒哀乐发而终结，喜怒哀乐发而终结，你的生命变成一团道气，一团和气。你的生命会变成一团道气，一团和气。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这个就是人生最高境界。那么下面有一段孔子所说的话。下面有一段是孔子讲的话。他说：“君子时常呢，都是活在中庸之中的。”他说君子是时时都活在中庸之间，他时常守这个中，他时都会守中，他时常从中出发，时时从中出发，他会运用这个本性，他会运用这个本性。但是小人是反对中庸的，但是小人会反对中庸的，小人是反对本性的，小人是反对本性的，反对良心的，反对良心的，他的心永远不会收回来，他的心永远都不会收回来的，他的心永远在外面奔跑，他的生命都在外面奔跑，所以他发狂了，所以他会发狂，所以他胡作非为了，他会胡作无为，胡作非为，但是他也很痛，但他也很痛苦的，就像你的手永远没有放下来一样，就像你的手永远都不会休息，你可以知道那是多么的酸，那么多么的痛吗？你知道是几酸和几痛呢？我们的心也是一样，我们的心都是一样，如果你永远没有回归本性，如果你永远都不回归本性，那是多么的痛苦啊，那是几痛苦的呢？所以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时中。他说君子之中庸也是君子的适中。君子时时刻刻都不会忘记这个中。君子时刻都不会忘记这个中字。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本性。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本性。就像手永远不会忘记放下来休息一样。就说我们的手好像永远都不会忘记放来休息一样。就像眼睛永远不会忘记闭起来休息一下。好像眼睛不会忘记合埋眼来休息。一个君子也是一样。一个君子都是一样。他永远不会忘记回到本性来。他永远都会忘记回来本性。回到生命的根本。回到生命的本根。那么小人是反对中庸的。小人是反对中庸的。违反本性的。是违反本性的。所以他说小人无忌惮也。他
佢话系小人系无忌，小人系无忌人单也，就是做什么不顾一切，做咩系不顾一切嘅？要生气就要生气，要闹就闹，要哭就哭，要喊就喊，要闹就闹。中国人有人形容女孩子在吵闹的时候，中国人有形容女人喺吵交嘅时候，叫做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那叫无忌惮也。呢个就系叫无忌惮也，这个就是忘记了本性，呢个就系忘记咗本性嘅，这是反对中庸的。是反对中庸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一段。我们继续看下一段。子曰：“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。智者过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。贤者过之，不孝者不及也。人莫不饮食也，先能知味也。”孔子话呢：“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。”知者过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。言者过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我都唔知讲乜，不过我接读太深奥，所以我要等阿辩论师嚟帮你解释。他说：“这个中庸的大道啊，我话你，总之话你中庸呢个大道呢，他没办法行走在人间呐、啊。”佢唔可以行走喺我哋人间，因为呢个大道。原因我知道啊，呢个原因系我知道点解。智者过之，就是有智慧的人太过度了。佢话啲聪明嘅人咧系太聪明啦，太过度啦。那么愚笨的人呢，又太不急了。仲有笨嘅人咧，做得太少啦，又太笨啦，做唔到咩出嚟。有道德的人做得太过了，有道德嘅人咧做得太多。这个心胸狭窄的人又做得太少了。他说心胸狭窄的人呢，又做不到什么出来，又不肯做事。对于中啊，做得太少了。对于中庸做得太少。还有中庸呢，他们都什么都不做到，做不到中庸出来。有的人完全都不会守中的。有的人完全都不会守中的。完全不会守护本性的。永远都不会守护本性的。完全不重视良心的。从来都不注重良心的。他只是在外面追求财富，他只是他在外面追求财富，追求享受而已，追求享受，这个叫做不及也，这个叫不及也。但是还有过度的，但是有的人过度的，他得到这个中以后，他得到中之后呢，他就守着不放了，他守着不放，他好像这个树，他找到树根了，好像一棵树找到树根之后，他就一直浇水，一直浇水，一直淋水，一直淋水，就把树也浇死了。所以淋到树都死埋，所以一直守中是不行的，所以一直守中是不够的，是很危险的，是很危险的，就像手不能永远放着不动一样，好像手不可以成日放下来，就像眼睛不能永远闭着休息一样，我的眼不可以成日合埋休息。在以前古代印度的时候，在古代印度的时候，有很多的修行者，有多修行者，他就属于这种贤者过之，他属于是言者过之，智者过之，知者过之。他得到以后就守着不放，他得到之后就守住不放，他不会去度化众生，他不会度化人生，这叫阿罗汉，这个阿罗汉。修行有两种境界，修道有修行有两种境界，一种是阿罗汉，一种是叫阿罗汉，自己求清净，自己求解脱，只是求自己清净，自己解脱。就是我刚才讲的，手中不再离开了，他手中就不再离开了，他不会用中，他不会用中，他不会运用这个本性，他不会运用这个本性，他只会守本性，他只会守本性，这个就是阿罗汉，这叫阿罗汉，阿罗汉。那么菩萨呢？什么菩萨呢？他充满了慈悲，他充满了慈悲，充满了爱心，充满了爱心，充满了爱心，他要把这个中庸之道，他要将这个中庸之道传播给每一个众生，传给每一个众生。我们要知道手中有它的危险性，我们手中有一个危险性，除了不会去普度众生没有爱心以外，不懂得普度众生没有爱心。要知道我们的大脑有七条脑波，我们的脑啊有七条脑筋，它的能量是分散的，它的能量是分散的，
当你手中的时候，如果你手中的时候，你的七条脑波会凝聚成一条，你七个脑波就会组成一条，能量非常的强大，能量非常的强大，你可以运用这个能量，你可以运用这个能量，让自己的身体健康，让自己的健康，身体健康，让自己的心情愉快，让自己的心情愉快，你还可以运用这个能量，我们还可以用这个能量去照顾你的家庭，去照顾我们的家人，去照顾你的事业，照顾我们的事业，更进一步的去普度众生，更进一步的可以普度众生。但是你如果完全把这个能量收在里面，但如果你将全部的能量收埋起来呢，它的能量过度强大的时候，我们的能量太强大的时候，会造成一个古代阿罗汉时常发生的现象，就会造成一个以前古代阿罗汉会发生的现象。我们知道微波炉吗？那个微波炉 ，microwave， 哎，微波炉，它也不点火的，那不是有点火的？它那个微波啊，用微波呢，进入食物里边，入到那个食物里边，造成这个食物的分子震动啊，造成那个食物的分子里边震动，摩擦，生热变成热，开久一点，那颗甚至可能会变成焦炭啊，越开越耐就会变成焦炭，事实上它没有点火燃烧。是我们虽然没点火，它只是分子互相摩擦而已，它只是分子互相摩擦。一个手中的人，一个手中的人，一个参禅入定的人，一个常常入定，他的能量如果没有释放出来的话，那个能量没放出来的话，在印度的时候有很多修行者，在印度有很多修行者，他会内发三昧真火飞身灭智，他在内心发出三颗真火，内发三昧真火灰山灭迹，是不是走火入魔的意思？不是，很高的境界。但是不是究竟圆满？以前的阿罗汉，以前的阿罗汉，他们参禅入定，会想入定，他们把能量集中，会把能量集中，好像这个微波炉的微波，好像微波炉的微波，身体每一个分子都震动，身体里面每一个分子都正在震动，发热。他们觉得那种热能让自己生命充满了光热愉快。啊，他觉得他的生命充满了光热和愉快。发到一定程度以后，都发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，整个身体烧成灰烬。他整个身体会烧成灰烬。他们称之为入灭。他叫做入灭。这种叫做入灭。到现在还有这样子的人。到现在还有这些人。还有这样子的修行者。还有一种修行的人。后学看过这样子的科学报道，哦，见过一种科学的报道，全球大概有三十几桩，全球有三十几个，在德国的乡下，在德国一个乡下，有一个医生，有个医生，他是个在印度去学过瑜伽的人，他去印度学过瑜伽的一个医生，他懂得怎么样参禅入定，他知道怎么样参禅入定，他喜欢清静。他喜欢清静，他隐居在乡间，他住在乡下，他很少跟人接触，他很少跟人家接触。有一次有几个月，他邻居都没有看到他，有几个月家里都看不到他，邻居以为他出国去玩了，邻家里还以为他出了国添，但是又过了好几个月，但是几个月之后呢，还是没有他的踪影，还没见到他的样子。邻居就去报警了，咁呢个隔篱就去报警啦。警察到了他的家里，警察到佢屋企，在地下室，喺个地下室里边，发现有一团灰烬，发现咗有一堆灰，被那个灰烬啊，外面有一只脚，喺个灰烬边有一只脚，那就是那个医生的脚，嗰个医生嘅脚，没有烧完，剩下一只脚，冇烧完，仲烧剩只脚。我们中国人时常讲说留下一手，我们他是留下一脚，留下一脚。然后呢，这个刑案的专家去鉴定，咁呢个刑警就去鉴定呢件事。他说，一个人的身体要烧成像这样子的灰烬，我话如果人嘅身体要用咁嘅烧成咁嘅灰嘅话，要三千度的高温，要三千度嘅高温先烧得咁样，在这个焚化炉里面，哦，在这个焚化炉里面，焚烧三个小时以上，要烧三个小时才烧成这样的灰，才能够烧出这种成果，哦，先烧成这样的灰。
所以不可能是被人杀了，在那边点火烧成灰。他话唔可能系俾人家杀咗然后跟住烧佢个尸体，因为不可能有这么大的高温。因为冇可能有咁大的。如果有这么大的高温的话，如果真系有咁高个火，咁热嘅火，整个房子都烧掉了，成间屋都会烧咗，烧咗佢噶。这就是内发三昧真火。呢叫做内发三昧真火。这就是孔子所说的。呢就系孔子所讲嘅。智者过之啊。智者过之，积者过之，贤者过之啊，隐者过之。当我们的心得到休息的时候，当我们的能量得到补充了，当我们的能量得到补充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运用这个能量去服务社会。我们要运用这个能量去服务社会，去救度众生，去救度众生。这叫菩萨道，这叫菩萨道，这叫做圣贤之路，这叫圣贤之路，这叫做一贯道，这叫一贯道。人莫不饮食也，先能知味也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每个人都会喝水喝茶，还有会吃东西，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去品尝这个食物的饮水的味道。很多人会吃东西会饮水，但很少人真正都品尝这个饮水和吃东西的味道。因为你的心太乱了，因为你的心太乱了，你整天心胡思乱想，你成日胡思乱想，所以你食不知味，所以食冇味道，心不在焉，心不在焉，食而不知其味，食而不知其味。这是心，你没有你的心，如果没有放在这里的话，因为我哋嘅心冇放喺我哋嘅，你不要说事情做不好，你冇话做事做得唔好，你不要说话说得不好，你冇话讲话讲得唔好，你甚至连吃东西都吃不出味道出来，甚至咧食嘢都食到冇味道。所以修行从哪里开始呢？所以你修行从边度开始呢？从喝一杯水开始，从饮一杯水开始。你喝得出水的甜味吗？你饮到水的甜味冇呢？你喝得出水的甘味吗？你饮到水的甘味冇呢？从嚼一块面包开始，从咬一块面包开始，这是修行的基础，就是修行的基础。你能够嚼出面包的甘甜的味道，如果吃到面包的甘甜的味道，你就有道了，你就有道了。后学举个例子来说，我举一个例子来讲。有一次后学在台北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在台北的时候，有一位道亲来找后学，有位道亲来探我，他来跟后学说很多道场里面是是非非的事情，他来讲很多道场的是是非非的问题。我们这边不知道有没有这种道亲，我们不知道有这种道亲。他口才很好，他口才很厉害，很会说话，好识讲话。在我家的客厅里边，喺我客厅里边，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，我哋坐喺沙发度讲话谈天。他坐在那边的沙发，佢坐喺嗰边嘅沙发，我坐在这边的沙发，我坐喺呢边嘅沙发，中间隔着一个很大的茶几，中间有一个好大嘅茶几。我泡了两杯茶，我冲咗两杯茶，一杯茶是我的，一杯茶系我嘅，放在我的面前。喺放喺我面前，一杯茶是他的，那杯茶系佢嘅，放在他的面前，即系佢嘅面前。他说话越说越激动，佢讲话越讲越激动，他越来越靠近我，越嚟越靠近我，他的嘴巴还喷口水，佢口沫横飞，我一直在躲他的口水，我一直避开个口水。他以为我说你说错了，佢以为我话佢讲错咗，他有点不太高兴，佢有啲唔开心。他就越说越大声，他越讲越大声。这时候他说的口渴了，他讲得好渴了，他突然间拿了一杯茶来喝，他不然跟老杯茶来饮，他竟然拿到我的茶，拿到我杯茶来饮，他喝完了还没有发现，他饮完都不知道，他又把它放回去了，再放我的位置，两杯茶都被他喝过了，两杯茶都饮晒，我没有茶喝了，我没茶饮，我是泡的是最好的上好的茶叶，我冲的是最靓的茶，我很后悔，我好后悔。我想我如果放一杯尿在他面前，他可能也喝下去了。如果我放一杯尿在面前的话，为什么呢？点解呢？不知其味啊，不知其味。我们如果要喝出一杯茶的香味，如果你要饮出一杯茶的香味，喝出它的甘味，饮出它的甘味。喝出它的甜味，饮出一个甜味。你一定要用到本性，你一定要用到本性。你一定要用到玄关，一定要用到玄关。我表演给你看，我表演给你看。
哦，被茶换了热茶了。你拿起一杯茶，你的心是不是到这里了？很接近本性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慢慢靠近本性。慢慢靠近本性。闻一下。闻一闻。喝下去。饮落去。咽下去的时候，眉头还要皱一下。饮落去，眉头要皱一皱。这个叫做品茶。呢个叫品茶。所以品茶是不是用这个品的？所以品茶没用，我哋要攞出嚟品茶呢？你听音乐的时候，你听音乐嘅时候，你很专心的听的时候，你好专心听嘅时候，很陶醉的时候，好陶醉嘅时候，你的眉头会不会皱起来？你嘅眉头会不会皱起嚟？前天在天平佛堂，前天喺天平佛堂，悉尼的天平佛堂，悉尼嘅天平佛堂，我们有一位道亲弹钢琴，有一位道亲弹钢琴。他钢琴弹得非常好，他钢琴弹得好好。他是国际比赛第二名的，他是国际比赛第二名的名家，叫名家。我发现他弹钢琴的时候，我发现他弹钢琴的时候，眉头都是皱，眉头是皱住皱起来的。用本性在弹，用本性在弹。你有没有看过钢琴家？你有没有看过钢琴家弹钢琴的时候？弹钢琴的时候皱嘴巴的，皱嘴巴的呢？绝对不会的。所以不管你做任何事情，所以不论你做什么事情，你要把它做得很完美，因为做得很好的时候，一定要用到本性，一定要用到本性，一定要用到这个中，一定要用到这个中。所以孔子告诉我们，所以孔子说，修行之道从哪里开始？修行之道在哪里开始呢？从喝水吃饭开始，从饮水吃饭开始。后学以前刚求弯道的时候，后学刚求道的时候，那么跟一位有点传师在修行，跟一位游点传师系对修行，他没有跟后学讲过任何的道理，佢冇帮后学讲过咩任何嘅道理。我跟他到山上去开辟一个道场，我同佢去山上开辟一个道堂道场。我们只有四个人，我哋得四个人嘅啫，三个乾道一个坤道，三个坤道一个，三个乾道一个坤道。坤道就是负责烧饭的，坤道系负责煮饭嘅。那我们乾道呢，就负责开山。我哋沿道就系负责开山，每天要去砍草，每日去剪草、挖地、挖地，非常的辛苦，好辛苦。而且我们很穷，而且我哋好穷，我们的钱很少，我哋嘅钱好少，我们道场连个冰箱都没有，我哋嗰道场连个雪柜都冇，我们的食物非常的简单，我哋食物好简单，我们只有吃青菜，我哋只有食青菜。那个青菜是我种的，青菜是我自己种的，我是不会种菜的，我不会种菜的，我种的菜纤维很多，我种的菜是纤维很多，是很硬的，跟草一样，好像草一样。还有一道菜，还有一道菜，就是我们点传师自己腌的酱菜，是我们点传师自己腌的，叫做酱菜，它很咸，很咸，下饭，吃饭的时候，这样子工作那么重，做工作都那么辛苦，吃的食物那么没有营养，食物又冇营养，怎么受得了呢？点啊，搞得点呢？我们三个人在那边身体强壮得不得了，但系我哋身体三个人身体好强壮，甚至很多疾病都好了，好多疾病都冇。为什么呢？点解呢？因为我们的点传师，因为我哋嘅点传师，他不跟我们讲道理，佢唔同我哋讲道理，但是他教我们怎么吃饭，但系教我哋点样食饭。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我吃饭的时候规矩非常的严格，规矩好严格。昨天那两只筷子带给我，啊，那点样师表演食饭俾我哋睇？要把碗端起来，要攞碗拎起嚟。吃饭的时候，吃饭的时候眼睛不能看菜，眼睛唔得望餸。我们一般的习惯都是，我哋一般人食饭一边食饭，一边看菜，一边睇有咩餸。一边讲话，一边讲话，不能讲话，唔可以讲话，不能看菜，唔可以睇餸，只有夹菜的时候可以看，只有夹餸先可以睇，夹回来以后，夹翻嚟嘅时候，就要回到碗里了，就即系碗里边，吃完了以后再去夹，食完之后再夹。我有一次，有一次我知道前，我知道这个点传师很严格的，我知道点传师系好严格嘅。
他很专心在吃饭，他一定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哎呦，我专心吃饭，他不知道我做紧乜嘢。所以我就一边吃饭，所以我一边吃饭，一边眼悄悄周围望。结果点传师竟然说什么？结果点传师就讲了，不要乱看，冇乱咁望。他的心很宁静，他的心好宁静。发生什么事情他都知道，发生咩事佢都知道。他告诉我们说，佢帮我哋讲，你不要怕营养不够，你唔好怕营养唔够。消耗能量最严重的是我们的大脑。他说消耗能量最严重的是我们的大脑，我们的大脑如果胡思乱想的话，如果我们的大脑乱这么想的话，能量就会不断的消耗掉，能量就不断的消耗，好像一个水桶，好像一个水桶破了水破了洞一样，穿了洞一样，你装再多的水都会漏光光，你装多少水都会流晒的。如果你心中没有杂念的话，如果你心中没有杂念的话，你的能量就可以完全吸收，你的能量就会完全接受，就算很少的营养，就算很少的营养，也可以让你身体很健康，都可以令到你身体很健康。他真的很高明，这个是真的很高明。他事实上证明了这个真理，他事实证明了这个真理。后来我就有观察，后来我去观察，我发现这个牛啊，我发现这个牛啊，他吃草的时候很专心，他吃草的时候很专心，所以那个草里面一点营养都没有。所以这个草里面一点营养都没有，只有纤维和水嘛，只有纤维和水而已。可是牛长那么大，但是牛却长得那么大，身体那么好，身体那么强壮。我们会说这个牛的胃会反刍，他说我们的胃的牛里面都可以 反出来吃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但你知不知道猪也可以光用吃草来生存的，猪都可以吃草生存的。听说阿根廷的猪吃草就可以活得好好的，因为他听说阿根廷的猪都会吃草，是生活得好好，因为他很专心，因为他很专心吃。所以如果你很专心的话，所以如果你很专心的话，你吃草也活得下去，你的吃草都会活得下去。不要真的去吃草啊，吃草会变成牛的。不要以为说吃苦就是好哦，以为不是吃苦就好的。修行要合中庸之道，修行要合中庸之道。以前在印度有很多苦修者，以前印度有很多苦修者，他们认为能够吃得很多的苦，他认为吃苦吃得很多就可以成佛，就可以变成佛。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，在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，有两个修行者，有两个修行者，一个守牛戒，一个守狗戒，一个守牛戒，一个守狗戒。他们要求自己，他们要求自己像牛，好像牛一样，像狗，好像狗一样，一样的生活，一样的生活。守牛戒的每天趴在地上吃草，守牛戒的日日都在地下吃草，跟牛住在一起，帮牛住埋一起。守狗戒的整天趴在地上找大便吃，守狗戒一味在地下吃饭，他也跟狗睡在一起，帮狗瞓埋一起。大家都很佩服他们俩，大家都好佩服他们。谁做得到呢？边个做得到呢？你做得到吗？你做唔做得到啊？他们就跑去问释迦牟尼佛，佢哋就去问释迦牟尼佛啦。他说印度最能吃苦的就是我们两个了。佢话印度最可以吃苦就系两个啦。佛陀啊，以你的神通，啊佛陀啊，以你嘅神通，我们这样子艰苦的修行下去，我哋咁样苦嘅修行落去，将来我们死了以后，将来我哋死咗之后，我们会升到哪一个世界去呢？我哋会升到边个世界去呢？释迦牟尼佛说：“咁我佛就话了，你们不要伤心，你唔好伤心。我告诉你们实话，我讲俾你实话。你们死了以后，你哋死咗之后呢？一个会投胎做牛，一个会投胎做牛；一个会投胎做狗，一个会投胎做狗。你喜欢做牛做狗就去做吧。如果你想做牛做狗就去做啦。所以苦行不能成道啊。所以苦行可以成道嘅。”但是乐行也不能求到的，但是乐行都不可以成道。世间的人太追求快乐，世界人呢很追求快乐，修行的人追求痛苦，修行的人呢就追求痛苦，这是极端的，这两个都是极端的，这是错误的，这个是错误的。哎，对了，抽雪今天还要跟大家讲一个修行的法门，现在我还要帮大家讲一个修行的方法，叫做精行，叫做金行。
叫经行，所以经行。日月星辰，日月星辰在宇宙之间运转，在宇宙之间运转，它有一定的轨道，它有一定的轨道，这叫做经行，这叫做经行。它如果脱离轨道的话，如果是脱离轨道的话呢，这个星球就会灭亡，这个星球就会灭亡。在几十亿年前，在几十亿年前，地球有很多的恐龙，地球有很多恐龙。那么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，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，它有它一定的轨道，它有一定的轨道。有一次有一个小行星撞到地球，有一次有一个小行星撞到地球，把地球撞得偏离的轨道一点点，它将地球撞向离开了轨道一点。虽然很快的，它又回到原位。虽然好快，地球又翻到轨道里边。但是偏离那么一下子。但系一偏咗之后呢，少少呢，恐龙死光光。恐龙就死晒。我们人也是一样。我哋人都一样。我们人活在世间。我人活喺呢个世界上。有我们一定的轨道。有我哋一定嘅轨道。如果你偏离的轨道。如果我哋偏离咗轨道，你生命里面很多生机就会灭掉。我哋个生命里边好多生机就会灭掉，灭咗。就像地球上的恐龙死光了。就好似地球上的恐龙死晒一样，因为它偏离的轨道，因为它偏离了轨道。我们人如果偏离的轨道，如果你人偏离了轨道，我们可能也会丧失健康，我们会可会损失健康，可能会丧失财富，可能损失财富，可能会丧失名誉，可能会损失名誉，可能会丧失家庭，可能会损失家庭，也可能会失去快乐，也可能会失去快乐。所以人呢，不能离开轨道，所以人不可以离开轨道，就像地球走在一定的轨道上，就好似地球走在一定的轨道上一样。我们也有一定的轨道，我们有一定的轨道。要怎么样去体会到这样子一个轨道呢？我要怎样去体会这种轨道呢？告诉大家一个修行的方法，我告诉大家一个修行的方法。我们得到有得到无字真经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得到一个叫无字真经，大家记不记得呢？那五个字你们忘记了吗？那个字五个字你有没有忘记了啊？忘记的举手好吗？谁个不记得请举手。因为今天有点活动，我可以再告诉你，请举手。当你在走路的时候，当你行路的时候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我哋唔好胡思乱想。很多人在走路的时候都胡思乱想。好多人一直行路，一直乱谂嘢。当你在走路的时候，当你行路嗰时候，你可以走路走一步念一个字。你可以行一步念一个字出嚟。我表演给你看。我做俾你睇。我哋脚跌落地下先系念，先系讲。我哋要感到脚板撞到地下先念一个字出嚟，呢个字由心念出嚟。这个叫做经行，呢个叫做经行。你如果念着这样走路的话，如果一字念一字走路嘅话，你和弥勒佛佛世界的磁场就接上，你帮弥勒佛世界上嘅磁场就会接上嚟啦。于是弥勒佛的磁力呢，就在引导着你走向正确的人生，磁力就会引导你走向正确的人生，也可以帮助你调整你的身心，又可以帮助你调整你的身心。后学的父亲，好个父亲，85岁了，已经85岁了。他本来有关节炎，他本来有关节炎，有风湿痛，有风湿痛。他自从开始走一步念一个字的真经以后，他自从开始一字行一字念经之后，他的关节炎就好了。他关节炎就冇晒，他的风湿痛也就好了，风湿都唔见咗。他现在85岁了，佢而家已经85岁了。他每天可以走4公里的路，佢每日可以行4公里嘅路，不会喘气，唔会透气，唔会气喘。去年年初的时候，啊，去年年头，后学带他到医院去做身体检查，好，带佢去医院做身体检查。医生偷偷地告诉后学，医生偷偷帮我讲，说。你爸爸的这个脚啊，你爸爸的脚啊，已经组织坏掉了，已经组织坏咗啦，叫做老年瘫，叫做老年瘫瘫痪症。他应该要坐轮椅的，佢家应该系坐紧轮椅上嘅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能走路，但系点解佢会行路呢？我到现在还不敢告诉他，我到家都冇讲俾佢听。他现在还是每天走好几公里，佢家一日行4公里。他时常说啊，佢时话，他
他说我借佛力在走路，我跟他借佛力在你行路。后学那边有一位道亲，好，那有一个道亲，坤道，是坤道来的。他一做家事就生气，他一做家务就生气了。我们妇女啊，我们的妇女呢，家庭主妇啊，家庭主妇啊，做家事是很烦恼的，做家事也很烦恼的，永远做不完的，永远都做不完的，而且没有功劳啊，而且没人工，没功劳，你做不好会挨骂的，做不得好被人家闹，做得好是应该的，做得好是应该的，所以做家事的时候心情特别坏，所以做家务啊心情特别坏，他也是一样，他也一样，但是他养成走路念真经的习惯以后，但是跟他学了走路念真经的事之后，他发现呢，这个真经可以融化到所有的单调的无聊的动作里面，他可以将这真经融入这个最单调最无聊 的事情里面，他在切菜的时候，他切菜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默念着，他 发现自己一直念着真经，哇，心情好愉快哦，他觉得心情好愉快，他炒菜的时候也默念着，他把弥勒佛都煮熟了，将佛都煮熟了，默念了啊，默念，他就觉得心情好愉快，他说他现在做的菜好好吃哦，他觉得心情好愉快，做菜又好好吃，他觉得做家事是一种享受了，他现在觉得做家务是一种享受来的，他已经进入经行了，他已经进入了经行，他的生命充满了韵律的美，他这个心灵充满了韵律的美，还有一位道亲是个小孩子，还有一位道亲是个小孩子，他的父母亲强迫他学钢琴，他的父母亲经常逼他学钢琴，他觉得学钢琴好辛苦，觉得学钢琴好辛苦，而且他老是弹不对节拍，他始终弹不对节拍，后来呢，他妈妈带他来佛堂参加这个后学的一天法会，有一次他的妈带他来参加这个一天法会，后学的在台北有一个一天法会的修行，三宝心法的修行班，这样啊，有一个在台北有一个三宝经行的法会，第一个小时叫你呼吸，两个小时教你怎么呼吸，整个小时都在那边呼吸，整个小时都在教你呼吸，第二个小时叫你走路，第二个小时教你行路、就在佛堂走，在佛堂那边行经行，第三个小时现在还不告诉你，现在不可以告诉你，他来这边走了一个小时以后，他在这里行了一个钟头之后，后来呢他跑来跟我讲，他来帮我讲，他说点禅师叔叔啊，点禅师叔叔啊，他说我现在弹钢琴的时候，我刚弹钢琴的时候呢，我一边弹一边默念这个真经，我一直弹一直默念这个真经啊，我现在弹得好棒哦，我现在弹得好厉害啊，我好喜欢弹钢琴哦，我很喜欢弹钢琴啊，因为弥勒佛陪我一起弹钢琴，因为弥勒佛陪我一起弹钢琴，这叫精行，这叫精行，这就是我们今天传给大家的一个修行的法门，这个就是我今天传给大家的一个修行的法门，很简单，很简单，就从你走路开始，就你行路开始，好，我们现在还剩下一点时间，我刚才要留一点时间留给大家发问，留给大家发问，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大家有没有问题呢，尽量的发问吧，尽量发问呢、不用写了，直接站起来问就好了，广东话我也听得懂啊，因为有人帮我听那位的道亲说他要问他晚上不能睡觉，睡不着，哦，睡不着怎么办，是吧，是总要怎么办很好，你坐，我请你坐低，睡不着就不要睡吗，睡不着就不要睡吗，那还不简单吗为什么一定要睡呢，为什么要睡觉啫，你越想睡越睡不着，你越想睡就越睡不着，不睡有什么了不起的吗，不睡着就更加好了，起来惊醒嘛，起来惊醒，起身惊醒，起来呼吸嘛，起身呼吸，人家在睡觉，人家在睡觉的时候，你在修行，我们在修行，哇，你占了大便宜啦，你占了很多便宜，你占了很多好处，这样知道了吧，是是是是，这个世间所有的事都是好事，世界上所有的事都是好事来的。
睡得着是好事，瞓得着又好事，睡不着也是好事，瞓唔着都系好事嚟嘅。身体健康是好事，身体健康系好事，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，可以做好多事情。生病也是好事，生病都系好事，可以休息，可以休息下，可以消业障啊，可以消业，消业障，消业消业消业障。还有没有别的问题？好，请说。TBA 堂主讲到话，我哋中国人同埋我哋去个澳洲人有一啲唔同。佢话澳洲人咧，佢个性格系好情绪化嘅，对我哋亚洲人个人咧就冇咁有情绪化。根据 TBA 堂主喺佛堂嘅经验嚟讲，请点书解释一下阴同阳嘅唔同。有医学家做过这样子的研究。有医学家做过呢个研究。当我们放纵自己情绪的时候，当我哋放纵我哋自己嘅情绪嘅时候，我们的神经会兴奋，我哋个神经会兴奋，我们的肌肉会紧张，我哋个肌肉会紧张，我们的血液循环就不好，我哋个血液循环就冇咁好啦，我们会造成身体的疾病，我哋会变成好多疾病。但是相反的。但是相反来讲，当我们压制自己情绪的时候，当我们压制我们情绪的时候，我们神经也会紧张，我神经也都会紧张，肌肉也是会紧张，肌肉也都会紧张，也是会心脏血管不好，也都会心脏血管不好。这是两个极端，这是两个极端。澳洲人过度的情绪化，澳洲人过度情绪化，中国人过度压抑自己的情绪，中国人过度压迫自己的情绪，都有倒大霉的，都会倒大霉的，都会是错的。所以我们传道要传这个中道，所以我们传道要传这个中道，不要过度放纵自己，不要过度放纵自己，也不要过度压抑自己，也都不要过度压迫自己，要恰到好处，要合到好处。怎么样能够恰到好处呢？怎样才合到好处呢？不要忘记你的本性，不要忘记你的本性，不要忘记你的心需要休息，不要忘记你的心需要休息。那么你就不会过度情绪化，咁我哋就唔会过度情绪化，你也不会过度压抑自己的情绪，我哋又亦唔会过度压迫自己嘅情绪，过度压抑自己的情绪，过度压迫自己嘅情绪，会得癌症的，会生癌嘅，过度放纵自己的情绪，过度放纵自己嘅情绪，会害别人得癌症的，会害别人得到生癌。好，请再说，好，请大家继续发问。Yes. 好，我听懂他的意思了。好，坐下来听我慢慢讲给你听。这个问题非常的好。这个问题问得好好。孔子在《易经》里边说。孔子在《易经》里面说，一阴一阳之为道。还没说你就说了。对不起，等一下。那个开玩笑。我们面对这个阴的世界，我们面对这个阴的世界，我们不要忘记自己属阳的本性，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属阳的本性。这个叫做道，这是道。我们能够一直维持这个样子，我哋一直维持呢个样子，是最完美的，系最完美嘅。这叫继之者善矣，呢叫做继之者善也。能够继续的下去，能够继续咁样落去，能够永远坦然地面对这个世间的一切，能够坦然咁样面对呢个世界，这个世间的好好坏坏，呢个世界嘅好好坏坏，爱恨。爱爱恨恨，是是非非，是是非非，我们不那么在乎，我哋唔在乎，但是我们也不逃避，但我哋又唔逃避，我们坦然地面对它，我哋坦然咁样面对佢哋。我们觉得没办法解决的时候，因为感到冇办法解决嘅时候，我们回到自己的本性静一静，我哋会回到你嘅本性静一静，你就会想出办法出来。我哋会谂出办法嚟，
办法有很多，办法有好多。时常有人问后学，时有人问后学。点传师啊，要回答众生的问题，好像好困难哦。点传师啊，我哋要回答众生的问题，好似好难喎。我说回答众生的问题最简单。我话回答众生的问题好简单嘅啫。你们觉得简单吗？你觉得简唔简单呢？觉得简单的举手。你觉得简单的举手。觉得困难的举手。觉得困难嘅亦都举手。其实很简单。其实好简单嘅。有任何人问你任何的问题。有任何人问你任何嘅问题。你只要把心收回，你只要把心收回来，静一静，静一静，这个答案不一定会出来，这个答案一定会出来，不过没有关系，不过冇问题，你可以回答他说，你可以回答他讲，我不知道，我唔知道，这也是答案，呢个系答案嚟嘅，简单不简单？简单唔简单？所以不要用尽心机去解决世间的问题，所以唔好用尽心机去解决世界嘅问题。笑眼看人生，笑眼看人生，笑嘻嘻的看着他，笑嘻嘻笑嘻嘻咁样望住佢哋，这样也好，那样也好，咁又得，咁又得，不要忘记自己的本性，唔好忘记自己嘅本性，心情保持巨大的沉稳，心情保持巨大嘅平稳，宁静，祥和，祥和，然后去享受人生，然后享受人生，不是逃避人生哦，唔好逃避人生。去享受人生，去享受人生，这个就是一阴一阳之间的调和，呢就系一阴一阳嘅调和，这就是回到本性和走入世间的一个调和，呢个就系回到本性同埋走入世间嘅一条路。如果你能够成就这样子的事情，如果你能够成就呢咁嘅事情，你如果能够向外向内，如果能够向内，能够取得恰到好处。能够攞到合到好处，心该放出去的时候，心要放出去嘅时候，就放出去，就放出去。该收回来的时候，要收嚟入嚟嘅时候，就收回来，就收回来。放出去叫阴，放出去叫阴，收回来叫阳，心收落嚟叫阳。一放一收，一放一收，非常的自在，非常自在。如果你能够做得到这一点，如果你能够做到呢一点，你就成道了，你就成道啦。你就见到自己的本性了，你又见到自己的本性了，这叫做成之者性，这叫成之者性也。怎么样到达最后的成就呢？怎么到最后的成就呢？就从这个计之开始，就从这个计字开始。什么叫计之呢？怎么叫计字呢？一阴计之以一阳，一阴计之以一阳，一阳计之以一阴，一阳计之以一阴。阴完了一定要回到阳，阴咗之后要翻嚟阳，阳完了一定要走到阴，阳咗之后就去阴，不要光守在一边，唔好守埋一边，不要在一边待太久，唔好坐一边坐得太耐，慢慢你就知道了，慢慢你又会知道，要阴多久要阳多久，要阴几耐要阳几耐，那你就成了，要变成咗，你能够做到走到阴的世界，还懂得回到阳，因为知道。点样走到阴个世界，又会翻到阳？还懂得，还会提醒自己走出去。你回到本性，又可以提醒自己要走出去。那就已经是善了。咁已经系属于善。那已经是善了。已经系善啦，只是还没有成就而已。只系未有成就，就好像学游泳一样，好似学游水一样。就好像你已经学游泳会浮起来了。因为你可以学游泳，你识浮起嚟。只是游得很慢。只不过游得好慢。偶尔会喝一两口水。有时要饮几口水。鲨鱼来的时候你游不过它。鲨鱼嚟嘅时候你又游唔够佢快。慢慢你熟练了。慢慢你熟练咗。什么时候放出去？几时会放出去？什么时候收回来？几时会收回来？非常的敏锐。非常敏锐。非常的精确。非常精确。好像奥林匹克的金牌选手一样。好似奥林匹克嘅金牌选手一样。游得比鲨鱼还快。游得比鲨鱼更快。你就成道了。咁你就成道啦，这样子了解吗？我明白未啊？请发问，请问问题。弟子者问也。哦，好，好，这位先发问，来，您请说。啊，龚东华好。
我是从马来西亚来的。哦，马来西亚来。后学开佛堂已经三年了。可是在我开佛堂三天之内，我房间里面很多虫。房间里面很多虫，很多房间里面有很多虫。在枕头里面都有。我就很怕了，我就把它放到水里面，把那个虫都蒸死了，都淹死了。都淹死了。那么在第二个周呢，就很多苍蝇来，在房间里面。后来我就跟等程师讲，啊，他就跟等程师叫他说，你怎么从什么地方来，你就从什么就回去吧。后来都苍蝇都不见了，虫都跑掉了。马来西亚人有人说这个是降头啊，特别是降头、光头啊， no. 光头啊，我知道那个意思。不是光头嘛，鱼嘛，不是叶，看到人不是人，人在越南，人家说降头是有个坏人，他把一个东西，把一个什么咒语啊咒给你，就你就会发生了坏事发生了，这叫降头。啊，咒术，咒术。你怀疑自己中了寿术是不是？怀疑自己中了降头是吧？啊、哦，怀疑别人给你放降头是不是？好，你坐下来听。好，我请你坐低。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不论系真系有光头，或者冇光头。不管真的有人放降头，还是根本没有人放降头。唔论系有光头，或者冇光头。你只要得到这个三宝。因为得到了三宝，你要有信心，你要信心，就算是念一遍的真经，你每次念一次一遍的真经，无字真经，无字真经，简简单单五个字，简简单单五个字，连续念三遍，连续念三次，就可以化解，就可以化解一切。十念一遍神通大，念一次就神通大，十念两遍得超生，啊，念两次就得超生，十念三遍神鬼经。你念三次有神鬼都会惊你，往两邪魔化作尘。往，回去看一看《弥勒救苦真经》后学举例子来说，好，你又举例。后学的哥哥在大学教书。好，个哥哥喺大学里面教书。他们学校有一个学生。学校里面有个学生。家里面历代相传这个咒术。他在家里面有历代相传是教人家怎么落降头的，非常厉害，很厉害的。他会控制老师，他会控制老师，他会逼迫老师，他会整迫老师，老师都很害怕他，老师都怕他的，因为他的咒术很灵，因为他的降头很灵的，他家里面传下来的，他是家传的，也很多学生跟他学习，很多学生跟他学，在学校造成很大的困扰，他在学校造成很多的困扰，他威胁老师，威胁老师，要给他很好的成绩，要俾佢好好嘅分数。连校长都怕他，连校长都惊埋佢。后学的哥哥，啊，后学个哥哥，很烦恼，好烦恼，因为是他班上的学生，因为佢系班里边嘅学生嚟嘅，就带他来找后学，就带佢嚟见后学。结果后学就指责他，好，就话佢，我告诉他说，年纪轻轻的，你好咁后生。你是修道的人，你系修道嘅人，因为他们也认为自己是修道的，因为佢哋认为落光头都系修道嘅。道就是你的本性，道就系你嘅本性。你要修自己的本性，你要修自己嘅本性，不要以为自己有一点才能就要去害人。你唔好以为你有啲才能就可以害人。他非常生气，佢非常生气，就瞪着我，佢就刮住点转先，我也瞪着他，我又刮住佢，瞪了几分钟以后，刮咗几分钟之后，他很害怕，佢就惊啦，他就走了，佢就走咗。走了以后，他就开始用咒术来咒我。你后来就用呢个降头嚟落降俾点传师。他回到学校，你翻到学校里边，才过了两个小时。过了两个钟头之后，我觉得肚子好痛啊！我又觉得头痛啊！我知道他可能用咒术在咒我。我知道佢可能用降头嚟落俾我。赶快用三宝，即刻用三宝，十念三遍神鬼经，念咗两次神鬼经，我肚子就不痛了，头就唔痛啦。我哥哥打电话给我，我哥打电话俾我。他说他那个学生啊，我话个学生啊，
上课上到一半竟然吐血，上课上到半截呕血，到医院去急救了，去咗医院急救啦。为什么呢？点解呢？因为你咒术用到人家身上如果没有效的话，因为你用光头落到人家身上冇效嘅话，就会回到自己的身上，就会翻自己嘅身上。他就这样离开学校，没有读书了。佢就离开学校冇读书啦。不知道死了没有？唔知有冇死咗？希望他没有死。希望佢冇死到。阿门。啊。还有一次，仲有一次，后学出国讲道。好，出国讲道。到了飞机场。去到飞机场，有一位道亲跑来问我。有一位道亲走嚟问我。就是后学已经要离开了，因为个要回台湾了，就要翻台湾啦。我在飞机上有一个道亲跑来找后学，忽然间有个道亲嚟问我，嚟揾我。他说糟糕啦，佢话惨啦，今次。他说我的父亲，我爸爸到泰国去买了一个酒柜回来，去泰国买一个酒柜翻嚟，那个酒柜被人家下了咒术了，去个酒柜有人落咗光头。可是我父亲非常喜欢这个酒柜，但我爸爸好中意呢个酒柜，放在客厅里边，即系厅里边。我们家人一走过去，我哋个一行一家人行过，就会头昏脑胀，就会头晕眼花，就会呕吐，就会啊作呕，非常的可怕，好可怕。怎么办呢？咁点办呢？他说他找一位点传师，好了，佢话佢揾咗一位点传师，有天眼通的，有天眼通嘅，去看那个酒柜，去睇呢个酒柜，发现那个酒柜的降头，发现呢个酒柜嘅降头呢，是一只大白蛇，系一只大白蛇。所以喷出来那个妖气啊，所以喷出来个妖气啊，喷到就会受伤，喷到就会受伤，就会生病，就会生病。他跟他的爸爸说，咁佢帮佢爸爸讲，他爸爸说你胡说八道，你话俾爸爸乱噏，你话你乱噏，因为他爸爸本身没有受到损害，因为佢阿爸冇受到光头嘅影响。这都他问我要怎么办好呢？咁佢嚟问我点搞啊？嗰下画胡嘛。画符呢？谁不会画？边个唔识画啊？我也会画，我都识画符啊！我马上从口袋拿了一个名片出来。我即刻嗱度攞个名片出嚟。你借我一支笔吧。借支笔嚟我。我就在飞机场，默念真经。默念真经，写了一个佛，写一个佛字喺度。写一笔就念一个字。写一笔就念，写一笔就念一个字。等我把这个。字写完了以后，当我写个佛字写完之后，我说你拿回去，咁你拎呢张纸翻嚟，偷偷地贴在那个酒柜后面，偷偷粘喺个酒柜后边，不要让你爸爸知道，冇俾你爸爸知道就好了，咁就得噶啦。过了一个月，过了一个月之后，写信给后学了，写信俾阿点传师，他说谢谢点传师解决了，多谢点传师已经解决晒啦。学会画符了没有？你学到画符了，学到画符，我们道亲都会画符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听？好，请说。哦，这个讲三天三夜都讲不完，赶快翻译一下。我现在就是在跟你们分享啊。每一句话都是重点，好像蜜糖一样，每一口都是甜的。负阴而抱阳不够宝贵吗？手中不够宝贵吗？喜怒哀乐发而众劫不够宝贵吗？我对道的体验也是最完美的。
什么东西？哦，灾劫的降临是一件很好的事。我举个例子来说，点先举一个例子？后学的道场有一位道亲，喺后学嘅道点样先有道场咧？有一个道亲，非常的年轻，非常的优秀，好年轻，好优秀，夫妻俩都很优秀，两夫妻都好优秀，夫妻俩感情很好，两个人感情好好，两个人事业心都很强，两个事业心都好强。他们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，佢哋从小学读到大学，读到研究所，读到研究所，都是名列前茅，都系名列前茅嘅。走入社会以后，入咗社会之后，做什么事业都成功，做咩事业都成功。但是坏事发生了，但系有一日又坏事开始发生了。他的太太工作太劳累，佢个太太做工太辛苦，得了胃癌，得到胃癌，死了，死咗。死以前再来找我，死之前有嚟揾点团师，我渡他去求了道，我话渡咗去求道。名师一指超生了死，名师一指超生了死。他死了以后，咁佢死咗之后呢？不是死，唔系死，是归空，系归空。他来给我托梦，他嚟托梦俾我。在梦中，他穿着很美丽的欧洲的中古的宫廷服装。喺梦中呢，佢见到点知见到佢着个欧洲宫廷式嘅古装。是一种很华丽的枣红的颜色，好华丽嘅枣红色嘅颜色，上面有很多很多美丽的首饰、金银珠宝。佢戴住好多美丽嘅金银珠宝。他心情非常的愉快，佢心情好开心，容光焕发，容光发。他告诉我两句话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。佢帮我讲两句话，到家仲记得。他说：肉体的成长要靠食物。佢话肉体嘅成长系要靠食物嘅。心灵的成长要靠挫折，他说心灵的成长要靠挫折。他说我遭遇到死亡这样子可怕的挫折，他说我遭遇到死亡这个挫折，反而提升了我的灵性，反而提升了我的灵性。我收获太大了，我收获好大，我是来感谢你，我来感谢你，希望你转告我的先生，希望你告诉我先生听，我的先生跟我一样一辈子都很顺利，我先生同我一辈子都好顺利，但是他现在遭遇到失去妻子的打击，但系佢家受到失去妻子嘅打击。这虽然是一个可怕的挫折，虽然一个好可怕嘅遭遇，但这是他心灵成长的唯一的机会。但系呢个系佢心灵成长唯一一个机会。我们人类的生活，我哋人类嘅生活太富裕了，太富裕，太享受了，太过享受，太浪费了，太过浪费，太罪恶了，太过罪恶。如果有一个灾劫。如果有个灾劫，我们希望它不要发生。我希望它不会发生。我们祈祷它不要发生。我们祈祷它不会发生。我们每天叩首都要叩100叩首来祈祷老母娘停止这个灾劫。我们每天都叩100首来都希望老母娘停止这个灾劫。就像我们希望自己不要得到 cancer。好像我们自己希望我们不要得到生癌。希望自己不要死掉一样。希望我们自己不要死去。但是有一天真的不幸灾劫还是来临了，但一日不幸灾劫来临了，那是我们人类整体心灵成长的机会，这个是我们全体人类成长的机会，所以不见得是坏事，所以不是一定是坏事。你要说道是很完美的，如果你说道很完美的话，我的体会也是很完美的，我体会都很完美的。但是这个完美中有一个缺陷，但是这个 完美中有一个缺陷。什么缺陷呢？咩缺陷呢？就是我永远都不知道它完美到什么程度。但系我永远都唔知道佢完美到咩程度。我今天会发现它的美。我今日发现佢个美。我明天又会发现它别的美。听日我又发现咗另外一个美。我每天都看到它不同的美。我每天都见到唔同嘅美丽。我每天都看到它不同的真。我每天都见到佢唔同嘅真。我每天都看到它不同的善。我每天都见到佢唔同嘅善。我陶醉在一个无有休止的真善美的喜悦之中，我陶醉在一个永远无止境的真善美的喜悦之中。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，但我知道我有道，但我知道我有道，就是美好的，就是美好的了。这样了解吗？大家明不明白？好，我们下课吧，时间到了，明天还有机会。
谢谢诸位贤贤。